天有一只不懂是苍蝇还是蚊子还是什么东西的，有一点点大只，这一只已经飞来飞去了。因为我已经开了 aircon 了，所以我也没有的来开窗口都把它赶出去，只要它不要来吵我就可以了。我早上我睡觉的时候完了，我早上我差不多七点才睡 ，OK 啦，你说我有睡到一下子 ，OK， 我一直翻来覆去，十点多到一点多的时候，我又来起来一下子睡回去这样子。那我真的不会打海鸟，因为它一直在我的来周围，一直在吱吱，那个声音很烦，我很讨厌听到那种 whatever insect 那种虫来，它们飞的声音，我很敏感的这种，所以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很恶心，很搞，有点太窄。在我的旁边徘徊，昨天我想要抓它几次，可是我抓不到，因为它会飞。哎，它是属于一个没有那么迟钝的一只，所以我一靠近它就飞掉。有些比较迟钝的话，你靠近它，它也是在那边的，所以它就是等死的那种。早上的时候，刚才我本来就是想要给我 just 关掉 aircon， 然后我要开窗口等它自己飞出去啊。然后它终于 land 到那个窗口那边，所以我就拿我的排罐出来去喷它了。After that， 它有在飞，把它好像是掉到窗口不知道哪里，可能已经差不多要死了。我的老板好像又忘记给我发工钱了，这样我可以忘记去上班吗？我要出门去了，好像要下雨了。今天的妆容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开玩笑的，累死了。这个一开包就超香了，我的天啊，今天来随便炒麻辣吃，第一次炒，哈哈。为什么我看起来那么脆？天去做工，我都没有东西做哎，所以今天早放工，然后幸好我的朋友全部都无所事事吧，所以我现在要去找朋友吃午餐，然后在那个电梯里面有一个镜子，所以我就在那边自拍啊，然后一开门好多人了，我好尴尬。你也做一个，很热，所以我的风声开很大声。Anyway， 今天好倒霉哦，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人，
这个太阳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讲。FIO 喂，早上好。第二家是我在厕所里面喝奶 ，OK？ 你们知道 BHG。你们知道 BHC 跟是那个韩国很出名的那个炸鸡牌子，他们在新加坡开了一间新的店 ，maybe like 两天前。今天刚好我要 meet 我朋友 ，and 他就很想要去 try 那个炸鸡，两百。OK，you know， I don't mind going to try， but 我本身不是一个，我一个新店刚开的时候 ，especially 这种这么出名的店 ，that 我会去。visit 他的一个人 ，because firstly 你在新加坡 ，Singapore is typical 就是很 gassy 的 ，and 很 gassy whatever it is， 总之就是有 anywhere 的需要排队，他们就是会在那边的，你知道吗？所以只要有这种新的店 ，especially 这种很出名的这种牌子，就一定会排很长。And when 他们新开的时候 ，I feel like 可能他们的 quality 还不会那么的到位 ，plus。他们有这么多 customer， 但他们做的那个 quality 可能就没有这样好， because 他们很赶着出货嘛，所以我本身不会想要在一个新店开张的时候就去光顾他这样子啦。但谢主要没有朋友，因为他想要吃的时候 ，OK whatever， I don't mind trying， because 我本身也是有一点想要 try 他的那个食物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去了 Marina Square， it's as confusing as maybe Suntec City， 可是 Suntec City 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because at least 我还去过比较多次， Marina Square 是没有东西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去 Marina Square。 And 我走了这边，然后不在这边，然后我结果又走了一圈回去我原来 entrance 那边进来的地方，然后我又再找那个 direction， 然后再找那个 BHC 几根，但我去到 BHC 很难 pronounce 的字，我去到 BHC 几根了之后，
Dude, the queue is so freaking long， 就超级多人在那边排队。And the thing is， 它的店 actually 没有很大，然后它的 dining area 是蛮小的，所以每一个 customer 在那边吃饭的 capacity 没有很多，所以它的 queue 就很长。Then I very question mark 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 queue， OK， 它就有 like。很多个 banner 在这边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s that thing called， 就是它有很多个 banner， so it's for you to queue inside， right？ But 它的那个 banner is just like， 它这边有一个 pillar， OK， 然后它的 pillar， 它的 banner 就整个 block 住，所以不给你走进去。And 它有一个 security guard， like 在那边，这边有多一个 queue over here super long， and 它那个 security guard 就会在那边问你，你们几个人，然后他就会来，哦，放几个人进去那个 queue， 放几个人进去那个 queue， which is damn stupid， I feel because。If like that 啊，你需要那个 banner 来做什么？请问 ，everybody can just have one freaking queue 就够了。为什么你要有那个 banner？ 然后你还要问来，你们几个人？你们几个人 ？Because it's not like you're gonna allocate me the seats at the queue area 吧 ？You get what I mean？ 在那个pillar 这边 ，like before we can actually go in， 前面我们有一个人啊 ，OK， 把那就被 stop 住在前面那个人那边吧。结果那个前面的人走掉，蛮多人排到一半就走掉了，因为要一定是要等很久。我们来6点，我们就开始在那边 OK， 我就在那边猜想，哎，你觉得我们今天会排到几点？我就觉得可能来7点、7点半这样子。7:45 OK， luckily 我跟我朋友有东西 like gossip and everything， 所以那个时间还过得蛮快的吧。可以你们就讲 nothing to do， and then you just like standing there using your phone doing nothing。 I think by the time 你排完了，你的电话的 battery 应该就是没有了的。About like 2 hours 啊， I'll say OK。 到我来我们在最前面那边的时候， like before we get to go into like another queue， 那个 staff 就过来跟我们讲，somehow没有了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at least 我跟你们讲，所以你们不用来白排那个队这样子。他讲的哦，你们明天早一点来。 Bro， they open at freaking 5:30， 因为他们中间有 break， OK， 本来我是没有朋友想要来去那边吃 lunch， but then 因为他3:30他就关， and then 他5:30他才开，然后我们就去走走 and everything， 结果我们也是迷路啊，所以结果等到来6点这样子我们才到那边 to queue， and then 他跟我们讲明天早一点来。哎呀，你是要我几点来早一点？是你是3:30关，我要3:30来这边排队，等到5:30读第一个进去吃还是什么东西？我在想那些人在前面的话，他们是从几点开始 queue 读 queue 才关家？我第一次排队排这样长2个钟头 ，and I didn't even get to eat anything at all。我不知道你们几时会看到这个视频吧？你们等过几个月后，你们才去 try 那个 BHC chicken，OK？、Okay? 不要像我这样子排了这样久了，我排到7:45，然后跟我讲哦 ，sorry 哈，没有了，叫你走啊，他明天早一点来。幸好我还没有很堵了 ，OK？ 因为我 before that 我们有去喝一杯咖啡，所以我都来 super hungry。所以结果我们 after 去了 Clarky to have like dinner and like some drinks 啊。If not, I tell you what, oh my god， 平时的我哈 ，I think I will be like。Crazy, okay. More of the story is， 有一个新店刚开张，你们就不要去，好不好？不要去，自找苦吃，你知道吗？所以啊 ，My God， 不要看后面的垃圾，我要记录一下我今天排队排了2个钟头，可是什么都吃不到的一天。